我只需要一份蛋炒饭。龚师傅，外面来了一位贵气的大小姐，很有排面，却点只点了一份蛋炒饭。哦，行吧，你去忙吧。开火。师傅，不就一盘蛋炒饭，值得您亲自动手啊？越简单的菜越显真功夫，对方来头不小，不容小视。提前为师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极品蛋炒饭。女士，打扰一下，您的蛋炒饭，谢谢，请慢用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好，我要见厨师。大小姐，这炒饭吃的还满意吗？还行吧，我爸让我来这学习，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大厨手艺到底怎么样。我跟你爸是老同学，他说你一天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说你需要接受生活的磨练。所以我要好好关照你，赶紧换衣服吧，从现在起你就是这儿的小学徒了，要是不好好干，哼哼。你过来呀、啊、想想老爷的话，你要是不听话，车和卡就都没收了，想想你拎着包拎着鞋。好吧好吧，我干还不行吗、啊、哎，刚送一小安，又来了一大小姐。哎师傅，你这蛋炒饭还挺好吃的，能不能再来一份？那得加钱。